来讲义第八页啊，我们把这个和弦啊，好，你已经会 C 大调的所有白色和弦了。那我们现在目标是挑战这12个哈。那12个其实没有很难，我们把它分4组，全部躺平的就是 C、F、G，然后是全部躺平的黑色键是升 F。好，所以你就只要练习大拇指去找 C、F、升 F、G，然后你就想它是同一个平面的，我帮你画好图了。那你要自己抽考自己，譬如说 G， 然后 C 你都会按哈，然后 D E A 只是把中间凸起来，所以 D E A 一组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练习 D E A， 好 D E A， 那你的声响听起来都一样，你按错应该也听得出来哈。然后降 D E A， 降 D， 降 E， 降 A 这三个黑的，这三个好，那我们就要把它的图形颠倒，所以刚刚是这样，这样颠倒变这样，旁边是黑的，中间是白的。好，所以啊，你的目标是12个和弦可以升 key 这样哈 ，C， 好像点名一样，然后降 D， 然后 D， 然后去想那个图，降 E，E，F， 升 F 到 G， 降 A，A， 好，弹到目前为止就是躺平，然后颠倒而已，好，然后最后两组是降 B 跟 B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尽量手指头就是135135这样按，尽量。